我如果发现我跟他之间不太可能会有结果，对，我就会很直接的跟他说，我想要陪伴，不一定是婚姻，只要是陪伴。在感情方面，你会是很矛盾的人吗？这是我们好奇了，就是说你毕竟，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想追你，在收音机前面或电视机前面，或者是以后在平台前面，还是先想追追蔡淑臻。不，蔡淑臻真是好女孩就是了。我是啊，我就是我这矛盾，我以前会比较没有在管这个，就是看感觉怎么样，然后顺着就怎么样了，随风吹。对，但现在我如果说遇到一个喜欢我的对象，或者是有来往的人，我如果发现我跟他之间不太可能会有结果，对，我就会很直接的跟他说。婚姻一定是每个人的事吗？不见得。对，所以我就说，你现在碰到一个对的对象，然后你认为那个对的对象，你要跟他在一起得到什么？就是得到什么？是婚姻吗？还是 我想要陪伴，不一定是婚姻，只要是陪伴。就是所以陪伴是最重要。我跟你讲，婚姻到最后也是陪伴最重要。对啊，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那你需要什么样的男人陪伴？如果说搞不好今天有人听到这个广播啊，或者以后看到平台上这个什么影音啊，哎，觉得蔡淑臻，我怎么没想去追她呢？很多男人不知道要说怎么去追女明星。哎，我其实不用追，哎，我如果觉得跟你可以聊天，然后什么都可以聊，我觉得这很重要。可是也不可能走到旁边说，淑臻小姐，我听过节目说 你随便是可以聊天，那我来坐下跟你聊天好不好？对啊，但也没有不可以，就是认识一下，就是不用追啦，就聊天就可以感觉到，可能不见得是我选择他，他也要选择一下我是不是他适合的人啊。对，你现在能够想象是什么样的男人你觉得可以陪伴你？你觉得？我觉得生活一定要有懂幽默，懂幽默，懂生活。哎，你们女孩子经常会讲说，希望陪伴你的男人懂生活，这个还很抽象。懂生活什么呢？哪方面呢？比如说，要会做点家事，会炒两个菜，要带你去旅行。就是我觉得他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他常常可以从这些小地方感到乐趣，就是他看很多事情是可以看到多面性，对，好的那一面，或对多面性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直往死胡同里面钻的。年纪你不太在乎？年纪我觉得代表的我觉得也是多面性。所以年纪就他年纪必须到一个阶段，你认为一个有些人还是到了年纪才有多面性，否则太幼稚。大多了是这样，但是也有年轻的人，他的观念很多、就是、很多面性。对啊，也 OK， 就希望他、OK。你还是认为一个男人在你的生命中的感情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陪伴吗？就是说，你的独立性还是比较认为说，还是希望有个伴比较好，是不是？你不是一直独立说没关系，我有没有男？没有没有，我还是真的希望我下班会有一个人陪我吃饭，然后陪我聊一些有的没的。对啊，寂寞还是一个杀手，对不对？嗯，对生活中。对，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分享。